大家好，我来自长春市双阳区，我的名字叫王阳，今年26岁，我的爱情宣言是：我是一名修理工，上台贼放松，这样的我才适合做你老公。紧张啊，真紧张！我发现刚才上来之后，啪一拍肚子，这爱情宣言就出来了。对呀、啊，一拍肚子就拿了，想起来了就不得的了。那咱们约个暗号啊，就接下来呢你就贼放松。如果你要感觉到紧张没词儿的时候，你啪就一拍肚子，王哥和燕子也要帮你说，行不行？行，谢谢王哥。你就啪一拍，王哥，王哥，王哥。先来看一下16个姑娘，对谁的感觉最好？三根脚看行不？行。好好瞅瞅我啊，瞅好就是啊。你是咋的？相中台下观众了？看好了啊啊！没有啊，没有啊啊啊！观众给我们小伙都看懵了，到了有点懵啊。来，别那么笑，你那么笑，你说我能不紧张吗？哎呀妈！场上16个姑娘。对我们这位小伙感觉怎么样？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请选择。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最少面一盏灯。好的。嗯。仔仔，这小伙儿，你这狠叨叨的过来灭，你轻点拍，我们节目组的机器拍坏，你还得赔。这我都是使最小劲拍的。这小伙儿唱啥呀？我？什么啥我啥你呀？我？因为吧，你长得太漂亮了，我寻思给后边那位哥哥留着吧。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呀？真实的原因呢？因为我不喜欢胖。咋的？我不喜欢胖的。你没看上三号啊，小眼睛，你近视啊？不是，你说你这上下都一边粗了，你说我还说我太胖了，你是最真是没跟谁没谁了，这是。那根本给我气的都不会说话了，你说你说点别的也行，头发短啥的，戴眼镜啥的也行啊，你是。行了。不能再继续辩论下去了，我觉得辩论也没个头啊。明白了啊，你就是不喜欢偏胖一点的是吗？啊，那没事，咱们再慢慢观察、啊、但是双阳这位小伙啊，你用充满着辽宁的这个口音真的把仔仔给伤了。在家里跟女孩说话稍稍有点技巧，刚才真的有点太直啊。没事，那个不好意啊，先向你赔礼道歉。一会儿我不接受，一会儿咱台下、台下再见，来不及握手。看来台下还能请吃顿饭什么的啊。来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嗨，我叫王阳，今年26岁，来自长春市双阳区。我是一名修车工，我从小就喜欢跟车打交道。我除了修车以外，别的工作我都没干过。我这一年到头几乎都在修车厂里，有时候还有开着救援车，成天去这去那的修车。虽然很累的，但感觉挺踏实。有个手艺能挣钱不挺好的吗？要不拿啥娶媳妇？我在修理厂上班，也不咋接触女生。我20岁完那么处过一个对象，人家嫌我太忙了，干活太埋汰了，完就跟我分了。20岁完这么处过俩对象，
都是奔钱来的，缺钱的时候我可会说了。王阳，我想买个手机，你说这手机都不好使了。买啥手机呀？这手机就对我使了呗。不的，你说人家都使苹果啥的。不缺钱的时候说话可冲了。还喜欢丸子的，丸子陪我吃饭看电影，你喜欢啊？你去边拉去吧。现在这女孩子都太物质了。一天整天净往城里跑，找对象还奔钱猛进，不是要苹果六就是要、要那个包的，我真是太接受不了了。我好贾红，那个燕子姐，我有个问题想说。啊，你说吧。那个我的行业吧，虽然说怎么挺就是那个。挺埋汰的嘛，是不是啊？但我没招，我这一辈子只能干这行了，就不干这行以后怎么去养家呀，是不是啊？但是台上的姑娘吧，要是有没看上我吧，那就灭吧。是因为以前嫌弃你这个工作的女孩太多了吗？所以你觉得好像是吗？都咋说的？都是咋说，就是我就是在我工作时候吧，他也不上我这个店来，也就是就总那么啊，成天嘛就总就是嫌我埋汰，嫌我脏啊，或者是我还没有时间去陪他呀，是不是？但是要钱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跟我俩今儿一口一老公，两口一老公，我所以说我讨厌这种女孩，被这种女孩伤心伤透透的。哦，明白。我特别特别看好刚才小伙子说的这番话，而且也特别坦诚啊。但就是我觉得他反倒是在为大家考虑，说你们也不用就假假咕咕的，你们要是不喜欢呢，你们就不接受呢，你们就可以灭灯，不用考虑我的感受，是不是？对对对，小伙子提这一点真的特别让我们觉得心里边不是滋味。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尊重小伙。我觉得我建议小伙子这样，你转身给姑娘们5秒钟的考虑时间，想灭的他们在你转身的时候可以灭掉，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倒数，行吗？来，倒数5个数。那个谢谢为我丢灯的女孩啊。12号杜京小伙，我灭你灯的原因就是我这人挺实在的，我的确就是因为你这个修车这个职业就是我不喜欢，那个我觉得太脏了，然后那个我就感觉这么年轻，然后你没发现就是因为你这个职业有很多女孩都挺反感的吗？你没想过就是换一下职业吗？没有想过，因为这个职业我从小14岁开始干，这个修车的行业跟我都有感情的。其实我那天都算干净的了，我平时比那天还埋汰。这个工作真埋汰，能埋汰到啥程度？埋汰的啊，有时候就是手没说，我的手干脆不搁刷子挠，根本都洗不出来，就埋汰那样，就脸拿着照的，还有头发都照的灰头。我觉得我们得明白他的用意。好多小伙子在找对象时候显摆，显摆什么？显摆我的金链子，显摆我的名牌鞋、名牌腰带，甚至是名牌表、名牌手机，他也显摆来了今天。但他显摆的是啥？他显摆的是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所以说如果你认同我的工作，咱们俩再接着往下聊，我再告诉你我未来的打算呢和其他所有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对啊，先留灯了我们才有可能接下来往下走，是不是？是这意思吗？是这意思。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回来接着聊。有人觉得我干修车这行没啥出息，但是我一辈子都得干修车。我为什么12年没换过工作？因为这个修理厂就是我自己家的。
我的师傅就是我爸，我家的厂子带着已经都老名号了，生意特别火，还雇了三个工人，一个月能挣一两万。我之前没说是因为我不想够富，我真是怕了，我身边的女孩都是奔钱来的，要钱要的都怕把我爸这点家底要没掉。都说我是富二代村富少，但是我跟我身边这帮朋友比，我是最穷的。他们有的是煤老板的儿子，有的是沙场老板的儿子，人家都开好车，身边就少不了女孩，但是我的车坚决不拉女孩，因为看太多富二代朋友身边的女孩都奔钱去的，没有靠谱的。我现在全款买了一个两室两厅的楼房，正在装修。我现在找对象不要求长相，不要求身材，农村的最好，能本本分分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我来这就为了找一个靠谱的对象，如果你不是奔钱来的，你就和我回家过日子吧。小伙儿，你说你长得这么老实，你也太不厚道了。那个短片一造那样似的，完短片二你又说你是个富二代，你是对我们那个场上女嘉宾不信任呐？怕我们图你钱是不是？不是，我实在是，我刚才我也说，我实在是让那个前女友给我整怕了。女孩就是女嘉宾，她要喜欢你的话，不管你是干嘛，她都会喜欢你。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这种呈现方式吧，就是给人的感觉。心里就是觉得你对我们的一种不尊重。王雪会觉得有一点就是不被信任的感觉。对对对，是吧？那个我想问这小伙子，就是你平时这个就是修理工这个工作你干吗？你做吗？我平时啊干，因为这修理厂就是我想来的企业，我就是每天就是我一天早上起来了，我们家不有那个修理工吗？啊，我们家修理工都是早上七点上班，晚上七点下班。当那个等活最忙的时候，等到那个修理工就是都下班了，到点就下班了，我自己还干到半夜十二点，到后半夜两点再睡觉，也能多挣不少钱。所以说短片一里我们看到的那是你真实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不是？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王雪他不是在说你看我是修理工你们快灭灯吧，他是短片一当中的就是他平时工作的状态，但短片二当中又把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他是这个修配厂的老板的儿子，是吧？他把第二种身份又露出来了。现在小伙儿，场上十六盏灯都灭了，反转环节爱咋咋地，爱咋咋地，爱咋咋地，那还是先不选。为啥不选了？因为灯啥都灭了，还是缘分没到。台上没有，台上有。有吗？不是，这个好像不是我们的候补区吧？是啊，这姑娘是观众是吗？来，有请，掌声有请。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来自吉林省磐城市，今年24岁。叫啥？叫什么名字？孙丹丹。你是对这个小伙上场了之后，你有什么变化吗？在心里上？我就感觉他挺实在的一个人。然后干活那么苦那么累那么脏，他还干这么多年，挺认干的，老老实实的一个人，实实在在的，就看上他这一点了。那你是咋跟你旁边的这个几个朋友说的，他们知道你有这个心思啊？因为跟旁边一个女朋友吧，然后我说一完，他们一说就都听见了。来，你把话筒给他，我想听听他怎么跟你说的。姑娘啊，他就是这个男生上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男生比较老实，然后就跟我说让我们帮他喊一下。观众给我们小伙都看懵了。来到了，有点懵啊。来，别那么笑，你那么笑，你说我能不紧张吗？哎呀妈，
挺好的，觉得都挺靠谱的，因为我家也是双阳那边的。好，我家是那个双阳的。是的、啊、你的心跳加速了吗？我这心跳啊有点加速了，很快呀，都快蹦出来了。是我们看出你脸色现在是变红了。能不红吗？突然之间从来个媳妇儿，突然之间从来个媳妇儿。我以为今天来呀能白来呢，没成想没成想台下红了。太着急了，啥叫突然之间出了个媳妇儿？这叫突然之间出了个姑娘，对不对？不是，我寻思跟我俩举完婚之后不就我媳妇儿了吗？举完婚之后不就我媳妇儿了吗？那么笑，你那么笑，你说我能不紧张吗？哎呀妈！但是他走了，我不想家，不想错过。你走了，到时候已经到是哪儿找了。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将会获得由吉林省环球火炬旅行社提供的港澳豪华国旅游。让我们和环球国旅一起旅行吧。